我们天生是独立的个体，独立思考，独立抉择，没有参照就参照自己的内心，不追随大众口味，更在乎自己的观点，不稀罕主流的标签，只追求独到的品味，即使没有漂亮的背景，照样给世界一个精彩的背影。一个人可以创造一个微时代，一群小众可以爆发一个小宇宙，一条独立的路可以抵达一个美丽新世界。这就是我独具观点，独立成就。我是我的英雄，生而独立，行有观点，观致汽车。